Hello， 大家好。近日网上传出潘玮柏将要结婚的消息，并称潘玮柏的父亲在学校讲课时提到了潘玮柏，并向同学们爆料儿子即将结婚。爆料网友还晒出了潘爸爸的正面照。其实最近关于明星结婚的传闻，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。机智的网友们也是静静吃瓜，等待官方的回应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潘玮柏工作室就发文澄清了此事。文中表示 ，Boss 说谢谢大家这么关心他的大事，但目前未婚，也还没有人愿意嫁给他，但已经收到大家关注，会继续努力。不得不说，潘玮柏的工作室是真的皮啊，不怕 Boss 回去扣你们工资吗？潘玮柏1980年出生，现在已经38岁了。有才的他的确到了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了，怪不得网友们对此特别的关心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点个赞哦。